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收看大法古节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想来谈谈修行。也许你已经听说过修行这个名词，也许您对修行跃跃欲试。那么究竟修行是怎么样修的？修行又有什么好处呢？在忙碌的工商业社会中，我们如何不被工作限制，能够在工作之余品尝到修行之乐呢？我们现在就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修行这个两个字啊，是什么意思？它的定义是什么？一般通常的人所谓讲的修行，或者是观念之中、想象之中的所谓修行，大概是打坐吧、念经吧、拜佛啊、闭关呢、打禅期了，类似的这种方式叫做修行。这个我可以讲是，但是呢，这对了一半。佛教讲的修行呢，是要修正、修理和修改我们的身、口、意三种行为，这叫做修行。我们的身体的行为、语言的行为或心理的行为，这个三种行为能够把它修理一下、修改一下、修正一下，那这就是修行了。如果以这个尺度啊和标准和定义啊来解释、来理解修行这两个字的这个意思的话，我想我们工作的时间大概是可以修行的吧。诸位可能听过吧，所谓身在宫门好修行，又就听过这句话呀。为什么一个人呢是在公家机关，或者是正在当公务员，或者就是说做一个政务官的时候，你是最好修行的时候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是修善积福积德，能够自己呀，在法令上、在政策上、在执行的一种方针上能够辨明。你只要动一个头脑，只要说一句话，就能够使得千万人得到利益、得到福利，那就是修行了。所以修行呢分成两个方向的，一个方向呢我们叫做修慧，另外一个方向叫做修福。就是对自己的烦恼的减少和消除、解脱，这叫做修智慧。这是用什么方式呢？我们看经、诵经、拜佛、忏悔、打坐、拜忏，这些东西呢都是来反省自己、来改善自己的内在的观念和内在的习气和内在的烦恼，而变成了一个有智慧的人，这叫修行。但是我们同样的还要修福。修福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对其他的人、其他的众生要修福。其他的众生是谁？那我们呢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、跟我们工作在一起的人、跟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大环境之中的人，我们如何的帮助他们？用头脑的、用体能的、用我们的时间，也可以用我们的财力来帮助人的时候，那这也是一种修行。这就修的什么呢？是叫做修的福报，是做的功德。那么这种功德做了，是帮助很多的人从贫病苦难之中得到平安、
得到快乐，得到幸福，这也是修行。还有在工作的时间还是可以修行。我们讲修行呢，就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你随时随地不要存坏念头，做坏事情，说坏话。你的工作就是工作，为工作而工作，不要一边工作一边在埋怨，一边工作一边在发牢骚，一边工作呢一边呢在指桑骂槐，很不满意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就不是啊尽一而自己啊真正的在工作了。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呢要讲求所谓尽一而乐群，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和衷共济，这也是修行。在你自己做这份工作做得很认真的时候也是修行，在你工作的时候啊，你做得非常的这个认真的做得很这个很完美，这也是修行。如果懈懈怠怠的，那就不是修行。任何事你都觉得懒洋洋的，这就不是修行。所以修行的基本的一个观念呢，就是要全心的投入，全心的投入，真心的来工作，这也是修行。所以有一次我在日本呢，有个太太替我炒菜煮菜给我吃，她说我是以修行的心来煮了菜，这个供养你的，我满心的欢喜。我说你这个菜里面就是已经有了诚恳心、菩提心、恭敬心、供养心，全部都有了啊，非常感谢。我说你真是一个大修行人。那我们做任何事，如果多一点全心的真诚心来做，不是为了想到说患得患舍这种心来做，这就是啊一种修行。所以修行跟工作不相抵触，但是修行的时候呢，可以啊利用工作之余、工作之暇，也可以啊专门的修行。所以这两种啊，应该是啊相辅相成的。